好，艺人瑶瑶因为广告片爆红，那么现在还出了唱片，俨然成了当红炸子鸡。不过最近有一位代言线上游戏的 model 叫做 Momo， 不论是刘海啦，还有白皙的皮肤，或甚至是童颜巨乳这一般身材，跟瑶瑶外形相似度，有人觉得高达 80%。有网友甚至说她乖巧温柔的外表简直像猫一般，被网友啊封为萌兽系的女孩。那么 Momo 呢，她希望能够打败瑶瑶，往广告唱片业界去发展。深 V 低胸的服装打扮火辣，随着音乐节奏扭腰摆臀，性感的舞姿马上成为媒体焦点。她叫 Momo， 朦胧的眼神再加上童颜巨乳的好身材，乍看之下怎么有点像艺人瑶瑶啊？远看的时候吧，有时候远看乍看就觉得啊，好像哦。和瑶瑶拿来比一比，一样有妹妹头刘海、高挺的鼻子和粉嫩的樱桃小嘴，相似度高达80%。她说不想成为瑶瑶第二，要朝广告唱片圈发展。希望是全方位的，就是虽然很多东西都没有试过，可是我会去学习，然后努力去试试看突破他们。这个 model Momo 身高160公分，体重只有39公斤，31的傲人胸围在网络上超火红，还被封为萌兽系女孩。性感热舞和清新的歌喉，网络美女准备摩拳擦掌进军演艺圈。中天新闻刘家伟、潘兆文台北报道。